拥有跆拳道六段功力的徐嘉和用力的推，陈氏太极拳掌门人陈小旺轻轻松松边喝水就是不动如山。即使老师傅金鸡独立让出了一只脚，徐嘉和还是推不动陈小旺。老师傅转个身，徐嘉和跌个四脚朝天。一旁的八个壮丁看不下去，挺身而出要为跆拳道高手争一口气，挑战太极拳。知道老师傅不好惹，八位壮丁先在台下练习一番，终于上场。不过八个壮汉使尽吃奶的力量推上太极拳老师傅，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。八个人跌得四脚朝天，不得不佩服老师傅的真功夫。软软的，但是又推不动他的样子，我们也是感到匪夷所思，感觉在旋转啊、折叠，找不到一个着力点。老师傅不动如山的本事到底从何而来？如果你能保证站到了单挑还心不散，全身安定平衡，八面支撑，那么对方动不了你。58岁的陈小旺来自太极拳发源地河南温县，7岁就开始练拳，经过50年的苦心研究，厉害的程度百闻不如一见。东森新闻严文真、陈振栋台中报道。